哎呀，花了98块钱，然后买了这个东西。这个柜也好厉害的哦。柜子里再没有你穿过的衣裳。上了大衣柜，这么多东西呀、啊！装，看一下怎么装。谁带来的嫁妆？装完。那里放的鞋？啊？那放的鞋怎么装？难搞啊，这个。装，他妈是牛呀！装这个东西也一般人装不到的哦，挺难装的哦。要慢慢的看那个图纸，啊，几十块钱也不贵，装不了也不要换了。有点像的哦，那个门口在哪里的？太少点蓝了、嗯。三个柜。哎呦，这么高了！哎呦，三层楼了！哎呦，小的！哎呦，这个东西小的。我怕那滴滴喔，这个柜装错了，慢着，莫锤烂了，莫开硬锤，莫锤裂了个那个，莫锤对方向，莫锤裂，哎呀，少了装不下了。哦，应该下完第八个油哦，对吧？哎，要发烧了！哎呀天哪，还少了一个八万！你好呀，少了一个。哎，你俺家都是放假的，没事不？哎呀，俺家放假了，对吧？也送朋友哎。哎呀，不是很理想。这个门呢，翻翻转的、啊，这个门呢，它就关不稳了呢，啊，这个它要这样，也没，这个门呢关不住，天哪，你看，你想把它开来一点，要不行，哎呀，这个不好玩了，这关不住呢。啊，终于算是可以了。这里，啊，终于算是可以了。啊，这个门呢，它就转了呀。哎呀，几十块钱的东西算是可以啦。本来不是很满意的。